我得想说话了。 上午啊，看他和郭湘北。走吧，走吧。你看那个红竹子。走着去。上午去了。他看熊猫上哪去了？这一回来想收账了，兄弟。哈哈哈哈哈。你看你要找上对象。 那有一只熊，在那个角儿上。那小的呢？找不着它。嗯。那把你抓回来了。